你冠军、欸，我是一个签名嘛，你知道？哈哈哈哈哈！确实，你演技嘛是袂歹的。哎、欸，怪辛苦的代志啊，对吧、啊？啊，你有对亚军以下的人想要讲什么话吗？讲啊！讲啊，讲真的，私底下怎么讲的你就讲、啊。哎呀，我们那一天怎么讲的？就讲很大。你说亚军只有得到一件事，就是亚军的荣耀。哎，我今天这个就是嘛，这个就是。手机刚拍很紧张啊，在上还在拍。过很久的事情了，对不对啊？这也是比赛，就是有这个运气成分在。啊，咱今仔嘛卖讲上输上赢啊，上赢大家应该拢看在眼内。哎，听不下去了，听不下去，听不下去了！来来来 ，DJ 赖皮，他的币。炸卡，我回来了。记住你的这话假算我的比武架，看我几万确实有时候会看错，看这屁话像是插到别人的夜后。 Who the fuck park in my parking spot， 路这么窄怎么走得下去，要是我的爸已经把你放车厢里，真大的光有我代表照在哪里。我的爱好是踢足球。大家好，这是钢笔来自夜间陷阱 AK 大嘻哈时代的亚军 AK 金鹰奖两座得主 AK 台通的玩物 还记得那时觉得这是监狱，什么事情都办不到，想的生活怎么延续，何时能实现我看不到，别让苦恼他们都说书读好觉得没有错，可能读书少的物质包出煮好的又才可能，幸好我们前进踏着，做了几首决定发热，梦现实不停拉扯，想着全职被拉住下车，下一条的选择与和胸罩全都要，谁说两句不可见得，想跳手到在梦里也投降，但有些想念的时光现在没能为厌恶，扛着压力来自四方，当我一坐牢以后都会羡慕，即便谁跟我说你很有天赋，不要浪费他，当说话说只有被杀说他和乖乖的闭上嘴巴，故事从这里开始不知何时结束，说了再次去跟你还有好多夜宿，无法把时间混合掉，这个时代逼着我也坚强，再过十年会走到让我的梦想让我回去夜下，到重设点，身份已经不同，不变的是惩罚的是，慢慢的各就顽固，浮现的是那八个字，把你游戏藏起难度，游戏你再度回到这里，让我回到这里，让我再度回到这里，让我回到这里，让我再度回到这里，让我回到这里，让我再度回到这里，让我回到这里。想怎么失望，想怎么抚平，看过谁空没看过人头，没看透的宿命，忽暗忽明，忽远忽近，缘已注定，无关的日晒，无关的风吹，无关的雨淋，想什么失爱，想怎么失望，想怎么抚平，看过谁空没看过人头，没看透的宿命，
忽暗忽明忽远忽近，难以捉襟。你们的尖叫声在哪里？我想听到快一点。经过昼夜不合的经过，那就是这样的经过，让操纵了什么是因果。五百年擦干了很多，有人从山到隔壁是叫骂，有人当生命是笑话，谁站在月亮升起时跳下。他说这就是缘，这对的时间，然后对的是视线，命运就像是视线，相互交接成一道复制面。你以为你等了很久，是为了在这时候与他见面，看看他走向的那一朋友，为此刻他在人的前面。不分秋色啊，不分秋色，不分圈子吧，啊，差不多了。那我跟大家讲，我刚才在后面问那个阿花妹，他说啊，普普通通啊，普普通通啊，不要那么伟大。好啦，你们两个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对，大家好，这是阿花妹，来自台南。换你啊，换你，换你了啦，搞什么？水倒了啦！哦哦哦哦！大家好，这里是盖碧，来自台北。啊，讲一件震惊的事，因为我知道可能有人真的想要去看其他的场次，可以体谅啊，可以体谅啊，可以体谅。等一下的表演都比这个还差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先大合照一下，好不好？先大合照。现在可以离席啊！嘿，现在去听得到第一首歌啦！好，来合照的，合照的。我真的以为要等到就是最后面，然后留下都是铁粉的时候，大家才有这个大合照。你可能会比他们早走。先照一下，先照一下。来，靠这，靠这。这算还是有一些背景音乐啊，皮哥麻烦了。皮哥，你我来迎接。你看，冠军才能站中间。拜拜，有要离开的吗？默可以开，没关系。拜拜，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。可以在那个网络上搜寻这个精彩的影片，让你后悔一生哦。啊，找他们两个来，啊，会搞什么事情？大家也知道嘛。其实呢，就我所知，他们的胜负算1-1哦。1-1，有一个是大手，他二嘛。我就不在乎这种。你刚开头讲说你是冠军，你有考虑过亚军的心情吗？他难道就该当万年老二吗？你有想过吗？哎，人在当迷弟吗？跟你讲，你觉得有没有不爽？不爽什么？不爽什么？好像没有。不，你干嘛不生气啦？为什么他可以？不，我要讲，我要哼这样。没有用，不行，那不行。不行，我这个观众看得不高兴，他们出来就要怎样，就是要讲告小咖，要有人输，要有人赢，要让对方怎样，要让对方心服口服，究竟谁比较优秀？他有没有心服口服吗？他有，心服口服，他觉得很爽。我不服啊！再加嘛！我跟你说，先跟大家讲，怎样才可以赢得对方心服口服？很简单，唱对方的歌。可以哈、哦，只有这一件事情可以让对方心服口服，大家都认同吧？认同就是哇！跟我们在讲，对，就都不在讲。各位，你看这一，你是台中的玩物，让我们玩一天吧。我们精心准备了这一段表演的，
有没有想他们？他们精心准备，他们精心准备。我在旁边提出一些意见了，我没有。好了，可以了，不想啰嗦了。世纪对决现在马上开始，冰在烂瓶装了，冰。我先出任，好来。可我们到底是在，他们到底是在，到底要你动天地要堆积多少世代，抱歉太过直白，太过失态，太过脏了，家庭关系不足迟来，高额到学时来，之前我失败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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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Cause yeah, yeah, love myself. How about you? How about you? Yeah, love myself, man. How about you? 没在信教，除非我当教主。为你洗礼属于后来当我教主。对你自己好一点，其实真的要苦。因为这一条路还得闯下去，罢了，我的身材还是可以押韵。要比别人爱自己是我的家训，跟我过分必要来我出去 love myself， 但也逐渐变得释怀，离不开这都市的人还想活在世外，是买是夸是海都是家，放心我的欲望还很小，所以不会自杀，看懂你的视野看出一丝花阿靠呀How about you? How about you? Cause yeah, yeah, love myself. How about you? How about you?别再一直怪于自己，是被爱一次性全都陷进太子里，当你离开一次性，记得你的爱一次情，兜了一圈到最后只有你爱一次你，记得爱一次性，别再一直怪于自己，是被爱一次性全都陷进太子里，当你离开一次性，记得你的爱一次情，兜了一圈到最后只有你爱一次你。离谱离谱，离谱，太夸张了吧！唱人家的歌不是模仿吧？谁在模仿？谁在演费玉清？谁叫你唱他的歌？你跳他什么舞？没有，因为刚明明说他肢体障碍。哎，讲评讲评啊！李瑶老师，李瑶老师，李瑶老师，高明老师，这只能给那个当事人来评论嘛。然后我们扶手一点掌声而已嘛，对吧？我觉得这个吉义同学啊，让我想到我最美好的那段时光啊，对，那一切一切的一切仿佛历历在目。不是啦，阿当到底唱的好不好？你讲一堆，对啊，外面老弟，我给予十万分的肯定啊，对。你知道为什么高明必要给他十万分的肯定吗？大家现在看他的手，看他拿手机，会怕好会怕，先说一些好话，抛砖引玉。我跟你讲，我人设跟节目上一样，我不做任何没有准备的仗啊。
道我在国语作业部其实是有看小抄的，最后把它丢出去，手机被丢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力瑶，哎，钢笔 B 力瑶要首度来唱一首冠军的歌，不要唱来没有唱过冠军的歌，哎、要争气啊、哦，我们争点面子啊、哦。我真的现在学另外一个，我真的现在学一个法文歌，你知道吗？欸、你从来没有唱过，他是真的不会台语，他真的不会台语，对啊，所以你从来没有唱过台语歌。我的台语就是无认得啊，给他点鼓励啦。对。OK， 冰在烂皮，抓了冰。我努力，我努力费，拜托。Let's go。当着窗花，这里也更穿，天气牛蛙。只是到心愿，我搁唱着亡命的歌。我听着风在吹，现在所有讲不出的话。It's cold， 但是就希望伊挽回。幸福亡命的路在行，只看人，只看命。时间一冬就过了一冬，我讲所有的人，无过去的空，表面的脸，但是每日每夜，风干少年兄，阿叔呀，你嘛有爱过的人，无过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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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有人笑声，风干少年兄。表示我好做有人记住伊名，是你只要的开关，心内起开关，伊就得告诉伊名，心酸无人知影。无人知影。这段好像人没有唱好，这段他写的太难，所以我决定 freestyle。我已经努力背，就是背不起来。我真的对不起，辜负你们期待。他叫做，不是忘了拉拉链。现在我们有开 Auto Tune， 声音嘎嘎电。你看那何 A 还在那边偷笑，想不想看我们把他裤子脱掉？脱不下来看，还有一次副歌。大家一起唱出来！红光少年兄，表示我好做有人记住伊名。一日一夜的开关，心内起微观，照着无处的行，心酸无人知影，无人知影。看过他们两个唱彼此的歌过，第一次，第一次啊！我有询问他们啊，如果有人未来在网络上看到这个影片，也不要邀请他们，他们不会再做一次。对，没有，够了吧，够了吧，干我们练两次团就在练这个而已。不是你血太高了，干，干嘛这么生气？哎、欸，公道公道，这个景逸老师，请对对对，讲讲讲，景、欸、逸老师，我觉得这首歌写得非常的好。我是觉得他刚才表现得很好，自己加东西进去，创新、啊。最后那个破音模仿的跟我差不多差不多的，评价起就是有在观察、啊、
我只是自己写了一段，还后面还跟着我一起破这样。先拉走一段，再拉回来。对对对对，好好。但大家听到这里，应该会觉得，不过瘾吧？怎么可能会过瘾？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台通哎。还是那句话，要有输赢。你们的饶舌精神，我们已经认可了。大家认可了吗？还没嘛？加嘛加嘛，再尬一首，再尬一首。饶舌就是 party 嘛，你干嘛不唔对嘛？我觉得今天有来的人呢，我们心里想到什么？不要对不起你们，对不对？真的 party 不止不只是今天来的，是刚刚还没去看满道光的。他现在还没去，现在去了啊！你们有要去吗？你们有要去的话，帮何人开个路。都看到，帮我占个位置。哎呀，我们今天超怕 delay 到大家，怕没嘛。等一下开始唱之后就没我们的事了。我这边想先去。啊，这是你最后一段啊！你头套不拿下来？还没啦，要拿下来，我超热哎，妈妈的爱，没办法。好了，那凭良心讲，难吗？干，超难的、啊。我练了大概断断续续一个月吧。真的？其实练得很好，不是？因为我还请、我请我朋友帮我写那个空耳歌词。我没有看过他那个词、真的是空耳，有没有好笑？真的是大家学台语弄成的。所以我觉得画面真的是蛮没水准的，甚至不武还在不选那票，还没给我奖评哎，给我奖评起来。他手明明没有这样。人家唱一首全台语的，你英文就那一句。再一首，好啦，肯定有准备最后一首。那我们约的时候，不是说这边要变成一个大家一起和平共处的氛围？为什么？算了，我就算了啦。等一下，摩托要出场了。今天我是 DJ Budash， 我们讲爱与和平。Budash，DJ Budash，DJ Budash 的梗，我是一开始就带好，对不对？在买梗了，好不好？原来如此。DJ Budash 有什么开示？我是觉得哈，这他们饶舌的精神都已经达到了，重点是什么？就是比歌喉了啦。那最重要是什么？最重要是各位啊，有很多歌可以听啊。那现在是迈向我们的最后一首歌。好，对，好好唱。我们唱一首关于爱的歌曲。关于爱的歌曲，对不对？关于有点感觉。不是啦，不是宝贝。前面都是宝贝是那个小巨蛋的时候，他跟安普一起唱的啦。如果有这一天呢？南霸天也行啊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在开始唱之前呢，你们两个先站上去，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先一起很好的握握手啊！表示你们没有芥蒂啊！哦，连连写历史画面啊！这个没有蕊过。老师要拍完了吗？放歌。好，放歌。太突然了！太突然了！你不是要穿很逼吗？这是不要我喊，这是大家一起喊，来，一二三 ，DJ 赖皮抓阿飞。为什么
变每个变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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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啊他一旦超烂直到你想碰他早已经其实有个胜负很明显，他交女朋友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不要离开了。还能住吗？还可以吗？哈哈哈哈哈！女传承不要没有。啊？确实确实。好，阿、啊、有要亲吗？有。要亲吗？亲个灯啊！你一说他交女朋友，他突然变得很想亲。亲一下。把这好运传下去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可以，可以吧？哎呀，因为我有可能以后也不会跟他们合作了嘛，所以也不用怕得罪他们。要亲就叫你来。我根本没差，我其实蛮想尝尝看。我靠，小熊软糖。小熊软糖的味道，想尝尝那个这个 gummy bear 的一个味道。经纪人啊，好啦，你其他点台下，不然大家真的走不了哎、欸。这个不是，这个大家真的想看这个。你要这样子变成大家的玩物吗？Sorry。我已经单身大概快五年了，哦，这五年来他妈第一个亲我了，超浪费，超浪费 ，sorry， 超不爽的，你知道这比得亚军还不爽吗？亲一下，那个余温啊，那个温度啊，在高铁上都在想这件事情。哎、欸，而且大家狂发限动，哎，哇，四季之吻。
在变这种资本主义下的玩物。哎呦，你们还知道，你们去上宪哥的节目也是张哲宇啊。冠军才上，冠军要上啊！你喜欢上综艺节目吗？我不喜欢，会怕哦。这个还行啊，这个有朋友陪伴就还好。对，我不敢看的。对，因为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讲几句啊，就是我们这个企划还是想要跟大家讲，叫上台通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只想要做那一种只能做一次，以后也没有人会跟我们合作的企划。今天怎么样？今天觉得还是要回到我们的心服口服嘛。今天觉得阿夸妹很棒的，来点声音。觉得单身的咖咪咪很棒的，来点声音。觉得在这边看台东很棒的，来点声音。这时候不会后悔吗？拜托。好了，就没了啦。当然没了。对，快去看。小花棒，小花棒。那个，如果明年有的话，一定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先去啊！我们先谢谢这两位年轻人，我们谢谢甘咪咪，谢谢。然后我们谢谢王景逸。好，先他们两个先下去了。你哪敢？你看这台头枕那么厚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嘞。小魔法。